Bring them down. One suppressed. Oh, but no. Enemy spotted. Nice. 三小。 Reloading. 三, 有一个三毛。 My ultimate. 点那一个。 Now we're cooking. 哎，我们家只。 两只。 两只在后面。 两只。 我们家。 帮你补。 One enemy remaining. 哦, nice. 今天呢，也跟大家来看一下那个新的地图哦，莲花古城目前的最新地图。 算是第九张图了哦，它跟我们去年10月份推出来的哈勃一样，都是来自印度了，就是做的比较印度风。这边有一个灵球，然后第二颗灵球，C 点是不是没有设计灵球？再三颗灵球有，三颗灵球。 它灵球设计的是比较偏中继点的，但中间的这个部分是可以给进攻方拿的。这个灵球就是专门拿去给进攻方拿的，这个是不能灌的，灌不了。那这就是进攻方免费拿的。它是 A、B、C 三个点位，其实跟弱境地很像。 然后它的特色就会是围绕在说 B 点是好进，可是也很难防守。我觉得 B 点它的防守难度甚至是比一落境地还要来得更高，因为你进攻方它基本上进来你可以很好下包，但是它这边有一个高点位，然后呢另外两条路口进来，这两条路口进来连接处会非常的大量，所以你自己本身是相对的难以去做太好的这个安全下包。先从 C 点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这个版本莲花古城它其实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多了这个旋转门。 旋转门一定是顺时针转，一定是顺时针转，而且旋转门是无法穿透的伤害，所以它可以打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搭配，比如说像是我的 C 点两个人前压，两个人前压确定没人之后呢，我有一个队友帮我开门，然后呢我人就站在很后面，炸一个狙击看 B 点，然后呢送人进去，然后基本上我就可以直接闪了，因为我确定 C 点没人的情况下，我几乎不经常可以闪了，直接跑 A 点。 这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打法。这张图我觉得其实哈勃的发挥处应该蛮多的。我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 B 点部分哦。现在 B 点连接处，它往 A 点走呢，这边还多了一个这个墙壁。这个墙壁是可以把它打掉的，跟那个机关门是一样的，而且很脆。所以打完之后呢，丢个闪光弹出去，基本上就是进攻方他要进的进来的主要路径。可是我觉得它这一次的设计，其实它设计的还蛮平衡的地方是。 你的进攻方要进来的时候，它其实给你多了很多掩体。也就是说，你防守方要架狙的时候，其实很麻烦的地方是你没有办法这样架，你没办法这样架，因为你时间轴拉出来的地方可能已经到这一边了。到这一边还不打紧，它有可能可以上这个平台，它可以上这个平台。等于说你的枪线覆盖率其实会变得很尬。虽然它上来你可以扁它了，但是这个狙击枪线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好的。也就是说，你人拉出来之后呢，其实你也没有一个很漂亮的枪线是可以直接。 看住过点的，你得看这样子，可是这样子就会有个问题是对方可能绕近这个点位，所以它是有点难度的。这张图其实这一块是蛮复杂的，我觉得。但是我不知道圣骑放冰墙之后叠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哇哦，这个枪线好美哦，就它故意不让你盖起来，其实让你有一些地方可以做运用。那当然，它也是会多一些你进攻，你防守方。 可以丢一些垃圾，你有办法直接丢到这个后面。它如果是完全做很高的话，你不能够这样丢，那就会挺难受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机关门，它也是顺时针打开的。
这个门都是顺时针打开的，不能下哎、欸。它会破掉。嗯，碰撞面积来讲，这个还是最强的。拉到这一边，它的 A 点算是最多枪线的位置，它中间还设计了一个凹槽处，可以让你进去。特别的地方是外面能够灌得进去，里面灌不出去。然后你的下包点位基本上又只能够在这一块到那一块，所以其实还算可以。然后这边有个斜坡，但是这个好像上不去，你只能够从上面下来，下面上不去，这个下面上不去。这个高地其实会让你。有好有坏，因为你防守方要回防的时候，你这样跳下来一定会有一个印子。上哪上哪？小心家里，后门。嗯。一没动静。这个按住 Ctrl 可以直接进营销哎。细节，就交给你们了，满满的干货。然后这边还可以用冰墙直接架，好过瘾哎。哇，好过瘾哦，这个枪线好过瘾哦。哇，我觉得这张图圣骑很强啊。他回到在 C 点的部分，他这边是这个是可以灌，所以你要安全下包，在这种角度下，你基本上也可以头爆开。如果你拉到这种死角内下，目前看起来是最安全。而死角内下的问题点是，你要阻止拆包的人的话，你就是只能够从正面再拉过来看。对，看起来挺有料的。这张图其实美术感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他做的就是很印度的感觉。三七看你点内左边可能要我被黑有个闪了欧盟五五我在他们家等一下那个叛旗残血，我。扔倒一只。No charge. 我怎么过不去啊？为什么我被卡住啊？对面家的。One enemy remaining. 哎，死了！哎，前里没人，我直接开大。现在有补血吗？烟里面。Spike down A。烟内，喂，两只都在 A， 点内有一只欧盟，还有一只欧盟，被我在绕哦，哎呦，啊哈哈，他没血了，一发他，我没买脚，啊，打得太开心了，没注意到没买脚，啊，来踹，哎呀。C 点装包。Spike planted. Last player standing. One enemy remaining. Your duty is not over. Thanks for the reboot. 我没枪，什么？我这个近点的技能。Last player standing. All right. 哈哈哈哈！我已经赢了，不需要对。屁股绕了一只，C点过来的，确定一只。可以抓他，可以抓他转点。
转 C 吗？B 判棋，屁股，我们将。我一闪。好。还没过点，来准备打第二颗。他没闪，他往。好，我后拉，右边后拉，我打正。啊。我没招了。Nice。我那判你一直给这个阵很烦呢、欸。靠腰。会打闪，会打闪。我们残血的。屁股一只。One enemy remaining。牛逼。来来来来来，闪光一颗，闪光第二颗，准备。Enemy spotted B. One enemy remaining. 都在都在。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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